真人秀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5迎来收官之作，沙溢带着两儿子安吉和小鱼儿，以及董力带着阿拉蕾作为嘉宾出场。作为已经参加过往期节目的他们，再次出现也是搞笑不断啊。期间沙溢给几个小朋友们弄了葱油饼吃，陈小春儿子 Jasper 小小春指着圈的夸好吃。随后 Jasper 还一本正经地对沙溢说，你知不知道放一个蛋在上面就更好吃。沙溢无奈对着镜头说，哎呀，给吃就不错了，这还有要求，被小朋友提意见了，哈哈。没一会，吴尊儿子 Max 拍了拍沙溢，然后用英文说，我想让你给我爸爸做一个。沙溢尴尬道，完了完了，叔叔一句也没听懂。 Max 这是欺负沙溢叔叔不懂英语啊。 Max 也还有点莫名其妙，估计也没听懂沙溢说啥。一旁的 Jasper 给沙溢翻译道，他 Max 说他要带一个葱油饼给他的爸爸。董力恍然大悟的道，不、哦、你们自己吃饱了以后还想带饼给爸爸吃是吧？这个小编就不是很理解了，难道董力也不懂英文？不科学啊。沙溢给 Max 包好了一个饼，让他带给爸爸吴尊。可是小 Max 你还有姐姐 Nini 我难道忘了？此时杜江儿子恩亨看到他带给爸爸，自己也要一个带给爸爸。 Jasper 附和道，有没有给我的爸爸的？沙溢感叹道，你也要给你爸啊，你们这是连吃带拿的啊。小编看到沙溢这不懂英文的样子，瞬间就想到了他儿子小鱼儿，第一次见到 Jasper 就称呼其为家世伯，闹了个大笑话，这是随了爹的风格啊，不过也还蛮可爱的呢。